昊天塔里关的不是最先吗？我爹跟我说漏个嘴，说昊天塔里除了最先，其实还有月族。月族？大乔，你来了，快坐。好不容易通过了仙考，当然要好好庆祝一番。来，我请你喝酒，快来。这是师父藏的仙酿，你尝尝。我问你，命格之树上的树洞是什么东西？那日丹英来，你不是听见了吗？那不是树洞，是天极境，能预测未来的。预测未来，准吗？你们怎么都问这个？你只管回答就是。准，从未出错过。本座打听此事做什么？小花妖能否如愿与长恒成婚，与本座有何相干？不对，本座关心的根本不是婚礼，是咒术。此咒不解，本座不能允许她嫁给长恒，不然水云天岂不是握住了本座的软肋？大强，我敬你第一杯，谢谢你那么多次的救命之恩。来，干杯。的确好酒。那你快喝呀。我是说，既然是好酒，你就多喝点。你看，我都干了。